最早的台湾人对吧？双眼眼睛像那凹，深凹啦，啊，个黑眼眶有黑眼眶的，黑眼圈的，黑眼圈不是讲晚上没有睡好哦，哦，他原来是黑眼圈，现在老的，现在老的哈、哦，什么罗志明啦、罗什么那些人，你敢看，一定是一个黑眼圈的，那个双眼皮跑不掉的，哦，就是一路这样烂掉的。客家人现在有一堆一堆人哈、哦，好，这个是法国人，你看法国人很有概念，就帮我们留下这么珍贵的资料。拉姑哎，拉姑，拉姑力的是一个茅草的意思吧，茅草屋的意思，不是六只姑在等你哦，六龟的那个什么旅游中心，六只龟在那边是错误的，是完全错误的啊。那打狗要是变成狗了啊。屏东叫阿搞，就是屏这个猴子，不对的，那是拼音哈、哦，这样啊，这个是拉古利茅屋，就是有一些茅屋在那边。太平洋战争的时候，日本人就挖山洞，然后把飞机藏在那边，美军的飞机在轰炸，然后他们要回去的，这边飞机就上来了，就把他们打下来，是这样打通那个六龟跟我们高雄的很重要的这个哦这个往来这样。那你看六龟地区的人、哦、并不高，哦，啊，他们已经开始汉化，所以穿的服装跟汉人一样的。那以历史来看，大高啊在这边，荷兰人画的地图里边，那么这个地方早期就是已经是很重要的乌鱼的，那个渔获量的地区，特别是冬天，乌鱼在这边很多很多的渔获量，所以很多大陆的移民来这边捕乌鱼。那因为这是荷兰人。的地方，第一个占领台湾的不是中国人，是荷兰人啊，所以那个中共白皮书里边讲，台湾自古以来属于中国所有，这个思维理性不对的哈。哎呀，跟他们争捡肥料了，啊，别攻哈，攻黑别敢攻哈。你可以看地图就知道，这是荷兰人所画的地图，大高啊在这边，大高啊，乌鱼的很重要的渔获区，乌鱼的乌鱼子很珍贵，到现在还是台湾市民。好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几乎哦，因为到长江口地区都被那个大陆的人捕走了。什么人教他们去捕鱼的？谁的？台湾人，三个月就滚蛋回来了。三个月就因为你教他，他会了，他就不要你了。种莲雾也是啊，种凤梨也是啊，种那个橘子、种芭乐也是啊，茶叶更是不要，更不要了。用这个想就知道了，都是台湾人去，然后就三个月就滚蛋回来。日本人在台湾的加工出口区，到第四年以后才慢慢被我们破解。至少维持十年，如果我们没有三个月的滚蛋了，台湾人没有内容的时候，无聊了吼。啊，所以就是拢，安怎讲，无迄、那个迄、那个，无卫生，个我们班是一个无水准，就是安尼，无菜吼。要有概念吼，这弄好我们再比赛给我们杀鱼。那其实捕乌鱼的渔网是不一样的，不是一个渔网就可以捕乌鱼的，它渔网的下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的渔网，不然的话你乌鱼来了以后，它几百万只，所有全都变鬼，它必须要一个渔网的下面一堆一堆的小乌鱼网，它就插给你插它，然后这个渔网就平均，捕乌鱼的船就不会翻倒，有技术的，不是那么简单的哦，而且我们教他们，我们就没得吃了。都啊看吼，看天公啊哈伊安尼样样吼。好，最早的就是在这边，最早的乌鱼就是这个捕乌鱼的地方啊。这个是大高啊，他靠法国人的地图帮我们留下这么珍贵的资料。我们要研究高雄史、台湾史，还要用到外国人的资料，你看到了没有？所以台湾早期是一个什么国际化的地方。我们是常常用我们自己的地方来看是错误的，一个比较高的概念来看就是国际化的概念，其实它早就国际化了，只是我们没有这种概念而已。